真的有点想吐哎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神之屁，主持人吴雄，我子祥，我们将挑战超级无敌宇宙巨无霸地表最大够多的真奶，而且我还要讲一件事，我的车被拖走，然后我蛮很开心，对，一直笑，我不知道干嘛，你是喝酒是不是？我刚车被拖哎。一杯真奶500块，我们现在就是来到这边了。我们有预定那个巨无霸真奶，那里面真奶味好浓。哎，他们要出来了，他们马上搬出来。一号选择，紧张吗？我有点想拉屎，我只怕等一下没有厕所可以拉屎而已。你看一下有多大，拿起来。好重哦！哇，好棒！哇，真奶味，就是浓吗？哦，蛮浓的。为什么我觉得我已经快吐快吐？哎，我也想喝。因为我刚刚看是不是好喝？好喝吗？嗯，珍珠还是热的，它刚捞出来的啦，感觉好像真奶，这怎么喝得完啊？这怎么喝得完？认真喝了啊，快喝快喝！都会喝到吐哎，来小声来喝，你用力气减少这么一点点呢？它茶味偏重，满口珍珠的感觉好爽，好爽，超爽，超爽！各位不用再跟店家说，我珍珠要多一点了。对对对。它的珍珠还蛮 Q 的，它珍珠很好吃的。你该不会已经腻了吧？有点腻。哎、欸，好饱、哦，对，好饱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差不多了。你要把它喝完，要把它喝完啦、啊！这样我拍个屁啊！很多人好想要有人跟我分享食物。我跟你讲，我帮你喝奶茶。最后的挑战成功过吗？一位。那他应该也是最后一位了。哎、欸，这很拽、欸。你走路要再求一点，要不然他就那种。And Queen。哦，好重哦，肚子。哦，哇，好腻哦。这个我大概已经喝完，我刚刚一整杯的分量，我刚刚已经喝完一杯了。这也太多了吧！等一下要断掉啊！ Shit！ 哦，我的吸管掉下去了。我很想拉屎啊！来装了啊！我是认真装，我认真装。我现在想放屁。土拨鼠卡在肛门了。子祥，你要增胖计划就是今天开始哦。有钱的话，我会为了钱把它喝完。把它喝完、啊。先赚了，那你给我500块。喝完我们先500块，30分钟内，半小时哦，2:39，3:10喝完。可是他说喝完会吐哎。跟你讲，现在 YouTube 哈，不吐不流血就没人看。你要不要为了这部片牺牲一点？快吐吧！哎、哦，我肚子真的很痛哎。干，我才喝这样子就肚子痛了。阿伯，你要啉这哦？真奶。哇，这大瓶的哦，真好啉哦。你要看我啉无？要喝两杯，喝两杯对不对？赞哦！灌到爆！灌到爆！你要灌到爆哦！拜拜。什么啦？他给的珍珠整整有大概1公升有哎。我怕我喝到最后没珍珠可以吃。你是喝到有点他妈……哎、欸，你是喝到醉是不是？他喝到有点醉哦。真奶喝到醉有听过吗？子祥，你可以动一下吗？你现在喝得很像死人哎、欸！怎么没有减少、啊？靠腰！干，我觉得我喝很多了。哦，干好腻哦！我是真的腻哎，很好喝对不对？好难喝哦！开车可以不要晃吗？肚子在震哎，我觉得我应该是需要个塑胶袋。万一我吐了，我不要吐在我车上啊！你后面很多摄影箱，你就吐在摄影箱里面了。不行，那是我身材工具。发现这个是不是有放什么药在里面？整个人怪怪的，奶中毒哦，你要不要喝？我先帮你喝掉一点奶。吸吸吸吸吸吸吸，哎，你把我珍珠吸掉了啦，好恶哦、喔，珍珠已经被我咬到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咬什么。对，就是已经变成在咬一个软软的东西，像章鱼丢在奶茶里面，我一直在咬它。哦，好沉哦，我要从什么时候出来要到、啊？要到了，你到底会挑战成功吗？还是这部片我就不要剪？我已经喝快一半，你给我不剪，我会疯掉，你知道吗？合理丢掉场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领车，请到驾照。我先给你驾照。那你们有厕所吗？在想是不是因为不甜的关系、欸。我先去厕所。还可以啊，我来帮他好不好？来喽，来。我、哦、看你喝好多哦，你快受不了吗？你快受不了吗？很深哎、欸，我喝了8口。感想是我有厕所吗？我想大便。林子祥还好吗？肚子超级痛。我们好像已经干掉一半了，我们已经到这边了。刚刚在这里，我真的很佩服像露露那种人，他们到底怎么喝的、啊？哇、欸，你看一下吧。哎、欸，你孩子几个月啊？这超不舒服了、啊。我喝到线好不好？可以酝酿一下。还有、哦，还有、哦，来哦，来哦，再来哦，还没到、哦，还没到哦。来来来，还没到，真的还没到，真的还没到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脸好痛哦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已经干掉一半了，帮我扶着。珍珠不要了啦。欸、他喝到嘴唇在抖哎、欸。你还行吗？好
干，我要去厕所，好痛哦！什么？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我在现在在拖吊场，然后他一直去厕所，我在拖吊场拍影片。我不行啊，我也不行，我不行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人家装那种什么矿泉水那种罐子。哎、欸，纸箱出来了，纸箱又出来。但我真的不行，来来，继续吧。来，剩下的交给你。我真的不行了啊！不行啊，你这样怎么跟观众交代啦？观众哪会去喝这个？好了，再一口。哦，不行，我现在闻到这味道就……那我们就不要喝，看影片也不要剪。我影片不剪了、啊，那我喝。真的有点想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喝一点啦、啊。哦，今年都不要喝，真的、欸。快点要把结尾做完就结束了，有始有终好不好？喜欢我影片的人记得分享、按赞、加订阅。我是绅士与棋子的子祥，我是小红小顺，好，我是米娟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